最后四一点到了啊，感谢师妹，谢谢，欢迎师妹，欢迎所有的朋友们。今天咱们先不聊天啊。哇，我全程紧张的话都不行。等一下，我把灯拿亮一点。指示一道。一关阳关在。四股魂，兄弟们，来，从这个开始，把你的手机的亮度调到最亮，调好了没有？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亮，然后特效关了，右下角，右下角的特效关了。这好像有点不对劲了啊，三关，阴阴线，电话铃听不上，我就给我机关监管机会开。是个娃娃，正常的啊。哎，好像在动。看得见吗？哎，我操！哎，我操！小心，好像是脑袋掉了。对，我不知道他是跳舞还是跪拜啊。然后突